不同人制作的蹦蹦床，你比谁跳得最高？新手玩家制作，不就是蹦蹦床吗？这可难不倒我。首先在地上挖一个洞，然后放上炸药桶，再添加一个感压器。你看我这蹦蹦床飞得多高！有本事你把生存模式打开试一下。开就开，谁怕谁？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恭喜你，挑战失败。高手玩家制作，笑死我了！这新手玩家属实是来搞笑的，还是看我的吧。首先在地上放一个弹簧，再用能量线连接起来，制作一个无线信号器。这样一个超级蹦床就好了。那你这是蹦床电摇器。让我浅浅的测试一下，你看我这不比新手玩家蹦得高啊。你也打开生存模式试一下呗。这还有啥好试的啊？哎呦我去，这伤害还挺高。我真的怀疑你俩是一伙的。大神玩家制作，可算到我了，真是受不了他们俩。Nice.